它放嘴里，最多五分钟，你就能飞了。五分钟？啊！我找飞的感觉找了50天，你这五分钟啊！好，来来来，起飞！那个，老白，老黄，啊，哥们儿要飞了。啊，哥们儿起飞了，飞哪儿去？飞吧，哥。我去，哎，给我吐出来，张嘴，给我吐出来，快点。哎呦，吐出来没？吐出来了。吐。小丫头片子，干什么呢你？我报警。我让他把你抓起来，信不信？把你们这地儿查封了，这算是轻的。他说他要飞，这样就叫飞。滚！不滚，拍死你！这样就叫飞，还叫炸弹呢。这又是兴奋剂，又不是毒药。什么？兴奋剂呀、啊？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滚！你走。这。不知道这你什么不知道？你多大岁数了？你装什么无知纯洁啊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好歹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好坏？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撤退！这地儿不是什么好地儿。没错，撤退！正好我要回家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你送老黄回家，你呢？我上个厕所买单，然后我叫个滴滴，安全着呢，放心吧。就该你买单，是。但是你，我不，兴奋剂那是不能碰的，不能碰。走，傻子，你大傻子！我错了。注意安全啊！我知道。哎，哥们儿，怎么着？吃了药不想给钱啊？房间让你们砸成那样，还想查封我的店？那个小兄弟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那个兴奋剂我没吃，真的，我真没吃。房间被砸了吗？走，嗯，找个好地方，我让你好好解释。哎，不是，都去哪儿啊？哎。放开！哎呀，我真没吃你们那药。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吃药的吗？你没吃啊？啊，那药呢？刚才我都吐出去了。你给吐了啊？那过了你的嘴，你就该给钱，对吧？好，多少钱？3000。3000。一共4片，12000，加上房间的损失费5000，17000，掏钱。你觉得我身上像是揣着17000的人吗？我去！瞧你这穷酸样，就知道你兜里没钱。让你家人把钱给我送了，少一分都不行。没钱，命有一条。要不是我和老白眼疾手快机智勇敢，蓝天鱼这个大傻子把那药片就给吃了，太危险了。以后啊，这种活动我再也不参加了。那你们还飞吗？不飞了，降落吧。飞还得飞，再飞就真进公安局了。你个死厨子闭嘴，瞎夸张什么呀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死厨子昨天晕机，飞吐了都，一肚子啤酒在我这胃里头晃，直接井喷了。那叫一个壮观啊！一路喷回家，赔了人家出租车司机200块钱呢。那老蓝呢？他不知道帮忙。哎呦，你一说蓝天宇，我想起来了。昨天回到家，我又是微信又是电话，一直没理我呀。我早上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啊，直接关机了。哎呦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心脏病，
抱死街头。哎，还喋血江湖，纵横四海呢？别在这瞎扯了，赶紧去他学校看看吧。上班没有？你去。怎么着？想好了吗？硬骨头。想好了。没钱。钱如果不给的话呢，我就把昨天那条视频放到网上，让你做一名网红，100%你们学校会把你给开除了。好，那个17000，别做梦了，蓝老师。啊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17000是昨天，这太阳都出来了，该涨价了。27000。你们真把我当成面瓜可以随便切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是绑架勒索，我没有干的事儿，你不可能诬陷在我头上。你们昨天晚上去的什么酒吧？不记得了，反正就在光明路路口第一家。怎么样？学校没人。100%。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昨晚上又整晚没回家，肯定出事了。那报警吧，没用的，失踪不超过24小时，人家不立案。那怎么办？再去找找吧。刚子，马上找到大侄子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谁呀？哎呦，这我可得擦干净我的眼。樱桃姐，您今天怎么想着到弟弟这来啊？跟我说实话，昨天晚上你这儿是不是扣了个人？哎呦，您现在是研究什么法术啊？这都能算出来？多大了，还玩这套呢？五大三粗的，就不能做点正经生意啊？嗨，你那玩意儿都是假的吧？就是维生素头疼片。姐，您放心，兄弟玩这个安全着呢。这烂招能不玩了吗？缺德，折寿。那人是我朋友，放了。啊？你的人？就那斯斯文文的老大哥？卖我个人情啊？哎，不敢不敢不敢，姐姐发话了，兄弟得从。保密。哎，当事人也不能知道。明白。那个栋哥回来以后啊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直接把我给放了，我都懵了，而且对我还特别客气，说以后再去他夜店消费，给我打折。靠，打零折也不能再去那夜店了。哎，老蓝，嗯，你告诉我，被扣的这10几个小时里，你就不害怕吗？怕呀，硬挺着呀。我倒是不怕他们把我毁尸灭迹，我是真怕他们通知学校和我老婆，再把视频弄到网上去，那可就真毁了。哦，对了，你，还有你啊，都要感谢我。那视频里面也有你们丢人现眼的样儿。蓝天宇，你不是编故事骗我的吧？啊，喝多了，酒壮怂人胆，找夜间工作者被人打了。王九恒。你看看我的脸，你再看看我身上的绳子印儿，我编故事也太敬业了吧！哎，真有样。那行了，老蓝，那个栋哥就没说他为什么突然把你给放了？我也蒙着呢。栋哥只跟我说，说我命好，会交朋友。命好，会交朋友？哎，小美，这解释得通吗？行了，你们仨别在这编侦探小说了。老蓝能平安回来就行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不管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，肯定是没睡好。